好了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挪威这位三铁的好手艾登，进前参加比赛吊顶，都是得到中华保险顺德奖的帽啊。今年疫情的关系，伊无法度来台湾，也毋过伊日前阁去参加到德国铁人三项的比赛，阁得到这顶帽啊，结果阁摕到冠军。顺德奖列面册分享这个消息，阁讲这顶帽啊要红到德国去了。Make a wish for, and I'm taking the gold in Tokyo next year. I have to come back and thank this community and thank this temple.挪威的选手艾登以地保养顺德宫这顶帽啊，去年摕到法国三铁的冠军。原本伊来台湾的时阵，法官讲要伫今年的东京奥运摕金牌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多完成。但是艾登进前参加德国的拉丁跟铁人三项的比赛，又搁戴这顶帽啊，冲过终点摕到冠军。伊用1:37.49，第二名是用2分钟，伊赢真济。表示这方面也很欢喜，跟你面前顶官分享消息讲，顺德宫的帽啊，红去德国啊。我第二届个得奖啊，怎样讲他的神威显赫，对，所以说今天特地来求这个帽子。之前从哪边来啊？啊，台北。啊，伊咪是去读家地的，阮保险顺德宫的帽啊，哦，所以足欢喜。啊，伊但是嘛是爱靠伊家己去努力啦。艾登里家里的 IG 顶官嘛讲，李拉廷根和当地古里的运动员做伙比赛，真趣味。伊得冠军，而且创纪录嘛真欢喜。虽然讲艾登今年无都来台湾，但是新奇的帽啊，有零有下，搁一摆单位嘛，互保养的乡亲时段真有面子。